睡，宝宝睡。金毛五四花絮，抓包影帝杜姑、莎 S Ella 等尬聊王。没有人是局外人。没错，除了最受瞩目的大奖以外，金毛亮点多着呢。徐编这就来盘点。获奖的是。图门老少，大陆演员图门喜获金马影帝，但该奖项是倒数第三大奖啊！影帝等颁奖的时候，一个不小心，宝宝睡，宝宝睡，国际大导李安跟李淳父子档一言不合就卖萌，也很抢镜，最佳男配角。一个公子入围啦，当爸爸的心情是什么呢？老实讲，他还年轻，我希望别人得奖。哇，李安导演说出来，意思就是希望儿子不要得啊。不要。如果再提名两次，那就我就会紧张了啊。哇哦，这真是一个大。希望给李淳多多磨练的机会。哇。跟着紧张起来了。美秀姐看着四年前总统赛班底陈竹生从最卡 A 演到本届最佳男配角当场，怎么办？我听导演的话。陈竹生，啊，S 跟康永虽然没入围金马，但也过足了瘾。你有没有很羡慕他可以讲得奖感言？啊，可是我也有摸到了一下金马奖。我有一句话要送给评审们，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辛苦了。然后整个身材也就是前凸后翘。撕开你们也不能登啊。真的吗？那我把它翻开了。你得不到奖就把简历毁掉，是不是？我就觉得这个社会不公不义。如果抢镜的还有 A 啦。OK，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聊的？那我再跟你们聊一聊我儿子好了。儿子还没来嘛？我怕你们寂寞。我儿子超可爱，他已经会站。啊，不是东西走两步了，我的爱。是神童啊，是神童啊。